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叫做史密斯的罗马尼亚硬举。那最重要，我今天讲的这个罗马尼亚的硬举跟各位不太一样，就是我的脚会踩在脚的前面哦，会踩在木板或是两个铁片上面，来增加后面的伸展度啊。各位看到后面啊，伸展度。好，那这个摆的木头或是摆的铁片，大概就摆在这个杠子下面哈。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。你可以宽握，宽握比较累一点哦。各位看到？好，各位看到，就是后面股二头。OK， 谢谢各位。